No, voilà, bam bam, il part. Hein.你感觉我操作没有别的主播华丽？我擦，你这话要给我收破防了啊！你看哪个砍斧王者盲僧是玩那个花里胡哨的？你就这点你就知道了。那些越降越高的盲僧玩的越朴素，知道吗？只玩真实的，知道吧？不玩虚花里胡哨的。花里胡哨没用，赢不了。只玩真实的，好吧？你看那些韩服王者局的那些盲僧，有没有一个玩花操作的？都是很朴素啊。你可能看的还没那些青铜白银的秀呢。但是别人就是厉害。你不开直播的吗，小张？十四的光是那个青山。今天怎么玩这个了？今天跟兄弟双排帮一帮他，让他舒服舒服，让他舒服一下。等会儿再玩别的，先让他舒服一把。先让你张哥舒服一把。谁碰了就行。可以约，你推呗，我伤害很高的，他来吃我就吃看看。这一层我走了，来帮你杀螃蟹吧，我来替你死，无所谓，来。这多舒服啊，我的伤。二级要学 W 吗？我未玩的没有很厉害，我不知道二级学什么，我一般学一。如果要学 W 的话，那就学 W 吧。我感觉没区别吧。没惩戒也没用。楚雨荨带电行吗？排位可以带。我最近感觉这个电行位还不错，呵呵，感觉还不错哈，你们也可以试试看。反正一级学 Q 这个是对的，二级学什么我没有研究过。真英雄怎么样？真英雄我双排的就还可以，单排的话没必要。等我来约呗，拉了吗？已经，行。感情你一级都学错了，对啊，这英雄一级学 Q 的，学 Q 刷野一级会比 E 快，真的，你可以去试。这个我是试过的，这个我可以打保票。这伤害看到没？都不需要大招。
他抵消。打龙吧，打龙吧，打龙吧。OK 的，没事没事，可以来呗，来呗。四呗四呗，我等你。打他人，打他人。我二，我两秒，可以先不博弈。大料还能杀吗？我操！我死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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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出来还能打先锋呢，出来打吧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要看武器，可以，可以。下把玩，下把我就玩武器。谢谢开通的会员，谢谢麦当劳，好吧。我就只吃麦当劳，好吧。主播就爱吃麦当劳。还有点不好操作，主要是。你杀完，你杀完，你杀完，他先锋吃不到钱。这波其实要么打人，要么拿血。你看得来？用剑魔打瞎子，一般来讲，瞎子好打剑魔，其实一般来讲是这样。非常工具人，没办法，这英雄就是工具人。这小爷用二层我是撑不过他的。他二层的话无解。改他一下吧，逮住。哎，他要吃线，我操！吃线的话要逮住了呀。他挣扎。技能穿插平原一般是开的，一般是开。德尔达也可以 C 啊，可以 C， 可以 C。负 W， 是负 W， 这英雄负 W 的。负一没用。有还不好打呢，那还得操作水。你想翻大吗？很有机会。只能说 C 不了，但是我助攻蛮多的。
法隆吧，法隆吧，感觉。我擦！行行行，拉了就行。出来的小伙，我觉得暴击没什么用，个人觉得的。我擦！想想这个人真好，怎么样？怎么大龙有机会吧？可以试一试，我先骗一下，看这个东西。什么段位？那个一百多星吧，现在一百多少？我忘记了，一百多，一百二吧，快一百二。龙女是暴击，我觉得没什么用啊。别加我的吗？我这个也是偷别人的，只是我感觉还行，还算好用。其实这个我感觉还行。你看这永恩，直接秒杀，直接秒杀。哇，你这纯上头啊！感觉要等一下你，没完了。但是我应该扛得住，我这英雄应该扛得住。我刚秒那个永恩还是挺好秒的，这一套装备用技能伤害打死了。然后三条龙结束吧，大龙应该给不了压力了。
他们学到了，学到啥了？学到啥了？结束结束，位的话其实一个人玩不是很好 C 这英雄